心电话跟他联系，然后专门道歉。你在我们买的东西有一个不愉快的一个购物体验，我们表示道歉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空运薯片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，包括这个乐事这个薯片生产工艺，给他大致的讲解一下，求得他的谅解吧。因为我主要问了一下，我说你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他说他在这个机器的分装过程当中有延缓和提前这种状况。比如说这个机器它都是自动流水线，这个袋子还没有到的时候，可能薯片已经下来了，薯片还没有装够，然后这个机器夸一下过去就封袋了。赔偿就看人家顾客有什么诉求啊，我们尽最大的能力去满足他。